知道现在时下最流行的文字 T 怎么制作的吗？我们今天来介绍我们最常见的文字 T 要怎么完成呢？我们客制化文字 T， 我们只需要两样工具。首先呢，我们要一个割字机，再来，我需要一台专业的平烫机。这样子，只要这两个工具呢，我们就可以完成我们的客制化文字 T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需要经过我们的电脑，然后我们只需要设定好我们的图档，直接按我们的切割，然后到我们的格子机上，它就开始做切割。好，切割完成，我们只需要把我们需要的割下来。割下来之后呢，把不要的字体挑掉。好，再来我们就摆上我们的衣服，我们的白色竖 T， 我们放在我们的正胸口。好，时间到，然后我们就推过来，好，直接撕掉。你看，我们的金葱就是这么的美丽。完成。来哦。